现在纪委的他那只手，全世界都看得到。大拇指，全世界都看得到。那个人厂是从四号店进的，啊，那不行，好多人是出现这种问题，啊，我就不知道是因为啥，我就没拿到那个卖那个芯片那个，是不是人厂还是你放的那个芯片，我就不知道了，啊。